我今天所要讲的是饮食加工嘛，那这部分为什么我承接的这个？对啊，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农田教授，所以变成我们必须出来推广。那第二个最主要原因，也欢迎大家以后可能跟我们也有关系的原因，是因为我承接了我们一个学校一个亮点计划。那这个亮点计划就是要让学校，因为这样好像不要这么暗了、啊。上课都没那么爱，我反正他们都有讲义，也不用看，也都手上都有，就有希望让学校变成一个亮点。那这个亮点里面，我提了一个王局总，你们有就没有？我刚才弄这个亮点计划里面是让有机或是无毒的米谷粉加工示范工厂。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必须更要出来推广，不然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学校有这样的设备呢？那会这样子，可能学校未来。今年已经投入了300多万的买设备，全买设备，跟我其他拿经费的好不太一样。我其他的拿农委会经费，基本上都是材料费和那个业务费，反正都不是只买设备的费。可是这一次就是纯粹是买设备的，所以为了这样子，就是希望未来，假如说大家都是地区这样农民，因为我们都是花东地区嘛，花东这些有需要我们帮忙的，但我们非常乐意哈。那不是我们喜欢做加工厂，是希望把这个示范工厂让你们带回去，变成你们也可以做。不然的话我累死了，我是做老师的，不是最主要是教书哈，然后做研究。这方面让你们希望都扶持地方，那是我们想要做的哈。那这就是我们最主要原因。那当然包括了保健饮食产品的开发。那这部分我等等会好像上次没有放，我会放一下让你们知道。做广告来的，好，刚才第一件事广告下去的是我叫厂商拿来的。那为什么认识这个厂商？当然也是因为那亮点计划的关系，不是要买设备吗？那当然是以米食设备。那这家公司是台湾不叫他们自己说他们原创嘛，反正就是说原创公司。然后他们做了很多米食设备，大概有4种。我们大概这一期，因为我的计划大概2年，今年拿300多万，明年应该还可以再拿到。可能更多也不一定，跟靠大家支持 ，OK？ 因为越多人需要，就表示我们比较有亮点出来了哈。那大概明年也可能还会拿到300-400万的计划啊。然后今年我们买了2部机器，那其中一部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已经到了脆饼机哈。那脆饼机出来就像这样子，等等大家也可以拿去看一下，就纯粹用米做出来的。那因为我觉得它蛮好用的，因为我现在不知道说大家的还没有聊聊看，说大家到底是应该是不是纯做稻米的，大概我也没办法帮你忙，因为我不会种稻，我们算是加工，是加工，我们食品科学系的啊，所以对一些后段加工比较有兴趣。那这个是我们觉得它的机器蛮好用的，但不只做米，因为我们现在。或是我们主轴是米，所以我们做的是米，也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或者是用它给你的一些买他们的那种东西。但我们现在是纯做，这个是用145做的，就高雄145做的。那它的米的部分其实他们还不是很普遍，所以我们还可以帮他做一大堆研究，可以做上去，就是说什么米比较适合，或者是怎么样的条件比较适合，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部分嘛。因为机器上礼拜才来，那所以说也欢迎你们下次我在。6月10号，我们有个米食面面观，也欢迎你们来。我们需要听米食面面观，尤其在宜兰的人，他是礼拜二下午，也就是像今天下午3点到5点，在我们深知大楼，我们因为我系的深知学院在深知大楼的1楼演讲厅哈，这里面会请的，就是有机米，有机，因为有机不是只是那个。米的有机而已，是说下面的制程要有机，所以这部分我也还需要被辅导哈，然后才更清楚。所以我会请了一个宝岛有机认证公司的老师来帮我们演讲，那包括农委会官员来讲一些他现在他要讲的是米谷粉出产，就是怎么样应用哈。那因为我们希望吃饭就差不多能吃的都尽量吃了，那是不是可以取代面粉的部分，就是米谷粉的部分？所以他要讲的是，农委会官员他要讲的是，凤鸿基的他要讲的是米谷粉的怎么样做食品的，就是有做在米食加工上。那我也会讲部分，就是这今天讲的东西放比较有趣，因为本来是要请黄庄儒老师讲，那他是认为说那个部分大家比较知道解锁的，他就说大家比较喜欢加工，就叫我讲。好，那我就上去了，反正当仁不让啊，该讲的就得讲啊。那我本身
我在我们学校在教了今年是第21年哈，蛮漫长的，从那个专科教到技术学院，从五专生教到研究生，甚至今年可能会有博士生出来，所以那个成长就老师也在成长，从那个专科生一直教那个15岁的，教到现在学生都可能快要25岁了，差年龄层差很多啊，所以其实教尤其像大家那个我比较少的经验，有的年纪都。其实大的也没有什么奇怪，我自己研究那个在职班的话，也有年纪差跟我差不了多少的，然后都有哈。然后除了这之外，我在那个我们有一个中华生物资源应用协会，这个协会本身是有我们前院长林荣信老师，他是前院长，他来组的，因为整个生物资源其实就是农业的部分，然后我们是希望说把这些资源做利用，拿学术界跟产业界能够更多的交流技术。刚刚才上礼拜。才玩的就是所谓的技术创作技术大赏，就是所有都是技术，就是我们那个协会最主要是在重什么技术最重要，什么技术怎么应用啊，这个跟产业界结合。那我今天会讲的很多关系在华盛顿州立大学这部分是在后6年前去的，2008年到2009年那一年去的。我今天讲的很多都跟那天去那里学习的关系，我跟别的老师比较不同的是，我大概有休假我就去学习啊，可能我比较喜欢学习吧，我就去学习。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那也看到他们最新的设备。那因为我跟的那个是唐俊明老师，我后来去了才知道说，因为我只是感同学去的原因是，他在华盛顿州立，因为我本来想说去西雅图那间华盛顿大学，但是华盛顿大学里面都没有农的，我没有办法。没办法插入，对不对？不会。那后来就是找到州立大学，那后来发现他是做微波的。那我想去做微波，但是没有机会做。那可能你们这个暑假过后，你就有看到这方面微波的东西，因为那时候他们正在做微波来做杀菌，那来做便当，听得懂吗？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哦，有那种像疫苗，好像是台湾也有。要哪一家是做出一个饭吗？然后你就吃饭可以放比较久的那种饭，不是冷藏，是好常见常温的，有没有看过？记得香鸡饭，记得香鸡饭。没有，它能放很久吗？干燥啦。不是干燥，我现在都直接可以吃的。泡水就可以吃啦。不是，你就直接吃的。有啦，老师那个我们，我忘记带那种东西来给你。防晒用的东西，高山。不是，好，马上我们暑假就看到，好，他们叫做方便什么？方便饭，好，暑假过后就会看到，因为这有些产业界他们的算机密吧，不过到时候看到大家都不机密的，好，就先听到是这样。那这个部分跟我们跟这个老师有关系，我们之前就跟他合作哈。那可是我就是那时候去的时候有做这个部分，但是问题是因为他们正在申请 FDA 认证，所以。那已经现在都认证过了，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所以我就没有做到这个，我反而让我学一个叫做射频的东西。对不起，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微波是我的微波部分是我的博士论文就在做这方面，就是微波冷冻干燥的部分嘛。因为现在很广，我现在是 focus 在你身上，稍微一下。就是去那边学了新技术带回来，那这个新技术带回来，包括他自己后来的博士后研究的，应该是他的博士后研究他的手下也到大陆去了哈，就回到大陆去做这方面推广。那我们就在这边推广，所以可能今天听到的，可能在别我们其实也有在那些什么设计展过，很多对你来说当然是新的，只要你没特别跑去台北的话，那都是新的哈。那因为我的background是属于。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念的是食品科学和农业工程，等于是算是工程方面的，所以我很多都是在做制程上面的，算是制程工程师。我学生训练当然是属于制程上面的东西哈，所以技术部分啊，可能我跟刚有人说我怎么那么好，就给我们电话，因为我是农科教授，本来就应该给你电话，你们也可以从上网找我电话，这给电话不稀奇，我全部都。不会怎么样，就你们有什么问题，我能帮上忙尽量帮忙。那假如要种什么，我就不太会种了哈。我们的加工部分，那在这部分。
编当包括了食品加工、食品工程，这些都是算是我的主业哈。那生化工程的部分是因为我有做发酵，那我做了些真菌发酵，其实你那讲义有些旧的，我刚刚忘记改了，就是真菌发酵部分，我今天是没有讲，就是说我们可能会用米的部分来做我的灵芝发酵这些发酵的东西，让这个米的整个价值提高嘛。那这个也是有专业直接寄转给外面的公司嘛。然后还有就是说那个什么这次要最主要讲的是射频的杀虫，因为我知道大家米虫的问题其实也蛮困扰，尤其是做有机米的部分哈。请问一下，这边有多少人是种米的？啊，那其他是种什么的？蔬菜的？还有什么可以种？杂粮的？那有的人怎么都没有取？水果，好，我懂了。好，那这样知道大家在干嘛了？因为我先生他们家是在电厂，也是种水果，这个芭乐。我们那个我夫家在做麻辣的哈，我不知道大家都被管什么，所以你们一起来，反正不过米是大家都要吃的，不管怎样，就像水果也很 popular， 但是米几乎天天都要吃，所以就当做米的普通常识。有时候我会突然讲英文，我自己不自觉哈，所以万一你听不懂就跟我讲一下，因为我曾经碰到底下都要讲台语的，我要北上购，然后跟勾勾一，然后他们学生说没有，常讲英文，我说我哪有，我都讲不了台语，已经很差了。他说你都在讲肉的英文进去，我都没有发觉，因为可能被学生惯了，所以你只要听不懂就跟我说一声，好像就没有什么，是我的过错，因为我这个台语，因为在台北长大，台语就变很差，听得懂，所以你可以讲台语，只要有问题的话。好，那所以刚才讲到说，其实我的技术蛮广的哈，就说能够工程方面微波加热，我今天 focus 在一些食品加工的饮食加工，还有就射频杀虫部分。对于射频杀虫可能大家比较陌生，但是水果也可以用，假如你要用做检疫的部分，检疫这些都可以做检疫部分，就是出去你不能有什么虫在外面的东西，都可以试着考虑看看。那当然，假如愿意，大家要跟我分享，发酵部分，我也可以跟大家把，我顺便放在里面，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最重要，我今天来的任务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学校有亮点计划。那这亮点的话，除了学校投钱以外，很希望说能帮助产业界，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地区方面的这些农民，我们是非常非常乐意哈。这是我现在的任务，因为我也是我们教授真的要做这些事情，那个都业绩的，所以我们常说这是业绩啊。好，那所以这边跟你们有点不同，就是说首先我会讲介绍一下米的部分哈。那大家对稻米有的一定比我还会，有的可能跟我一样原先开始不会。我大概三年，就是米的部分大概做了三年哈。然后之前有没有做过？没有啊，没有做过米。我有用米来做发酵，但是我不是用米哈。然后我们就来讲到用射频处理精白米或糙米，或是处理泥菇粉的部分。那这个就分别是两年的计划，就是第一年是处理白米或糙米的杀虫，第二年包括米谷粉的杀虫和杀菌。等等会说一些缘由，为什么会走到这里。其实我今年做的是米汤，不过还没有完全，我在检测部分还没有完全 OK， 然后我在加的部分没问题，在检测部分，那我还没有完全全部通过，所以也无法跟你们分享，因为还在努力中。然后再来就是讲到米食的种类和米食的加工。好，那最后我会再介绍一下我刚才讲的实验室的部分，然后让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然后或是一起帮我忙，让我们的一大可以变成收。我们很担心收不到学生，因为招生海啸之后，只要没有真冲到前面，可能真的收到学生就蛮惨的哈。所以像我们现在研究生部分，前五名都三学期都不要钱。其实我今天早就来了，说普悠玛哈是要去拜访我学生，我叫我学生家长跟他说，你孩子非常厉害，刚好花莲人，让他家长让他念博士班。所以我特意跑跟他讲汤，好，所以我很早来的原因并不是这个都还好哈，但特别去跟他家长说明说他小孩很适合。其实我学校很难考，因为我学校五个传两个，那别人学校我有另外学生在中心，但是五个选四个，他就第二名。好，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考不好意思投资，觉得投资都没有效。其实马上十年后，高层的知识分子是真的都会退休，会差很多。一个很需要人才的部分啊，那这人才是需要培养，就在这里。那当然，大家都是属于在职的培养，我觉得这最重要，因为这跟你的职业有非常相关，而且我看什么大家都蛮年轻的。
比我以前教学生还有的还年轻哦，所以很投入哦。OK， 那你的部分哈，稻谷大家都来的话，就是要脱壳哈，然后草泥，然后这草泥再去除部分的糠层的话，会变胚芽米，好，然后再去除了就是我们知道的白米。那这个部分，知道说大家通常应该都已经拿到的是白米比较多，或是糙米比较多。那由于我接那个刚才说亮点计划的时候，我们学校也有休闲，我们教务长就是负责休闲产业，他说很多小农根本就没有，他只有到这个稻谷而已，你要帮你一定要买一个什么什么。好，因为他这样关系，我又多设了一个计划，就多买一部机器，是直接含以后就会来用。他本来就去上礼拜五说可以来了，可是我都在外面开会，不能去啊，叫他明天嘛，明天看可不可以，或者下礼拜再来。就说直接有一部机器，它是日本进口的嘛，反正我是觉得，希望能做到，就是万一你是小农，然后你就只有稻谷，我也能帮你吗？从这个变成糙米，再变成白米，它都可以有两段式，同一个机器两段式，那你只要都可以，就直接从米来做，那你从糙米或米来做。那这个糙米其实有很多好处的东西，但是里面的米糠也充满了问题，最主要是油脂很高。那油脂很高，很容易在氧化掉的时候，你在这壳子还好，你应该打开这个壳以后，就暴露在外面，就很容易氧化掉。氧化碳就是酸败味，就是变成你的米糠不能用。这是我们今年计划要怎么样把这个米糠中的它为什么会氧化？它里面最主要它容易水解，那把油脂水解变成所谓的游离脂肪酸的时候，那就是很容易下一步的氧化。我们就要做这个问题，如何把这酵素给它杀死？其实不叫做杀死，叫失活。然后因为我们也是用加热的方式，当它失活之后，它的下一步就不是问题，就可以放比较久，然后应用性就比较高。那我们在准备做这方面的研究啊，已经跟你们说了。好，那稻米的营养成分，从这里我们都知道说，其实糙米还有胚芽米的话，这边的差别点都是在胚芽米或是糙米这些，它的脂肪含量会相对的比较高。那对于精白米的话，大概就是因为就去除比较少。那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看到就是蛋白质，其实当然我们吃米最主要是吃那个什么糖类嘛，碳水化合物都占了70几%，除了你白饭这不准，白饭是因为你加了水啦。好，煮饭加了水，所以整个都稀释掉了哈。那这里的蛋白质类的话，好，假如没有加水，除了这个，所有基本上都6到7左右哈。所以从蛋白质可以看出它是掺脚，掺什么脚？大家，我恐怕你们也有错，有一个你的米谷粉掺脚的部分就是放了一些淀粉进去。好，那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就可以知道你有没有掺脚。跟我们做。好，所以基本上大家讲，碳水化合物是我们吃米最主要的原因。好，那当然它调节我们的热能啊，这些帮助什么代谢都有很重要。而且它里面残存水分是我觉得是不重点啊。然后这里的蛋白质也有一些哈，那蛋白质可以促进发育。脂肪的话，它可以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生长，然后再就是少数的矿物质，那这里包括了促进骨骼的生长。好，那但是其实现在在做研究里面，很多人 focus 的是稻米的活性的物质和它的生理，其实都很少，而且大部分存在米糠上面。米糠哈，包括了之前就常听到什么阿魏酸哈，或植酸或谷维素哈，那这些它有的还可以说预防阿兹海默症、血小，或是抑制血小板血栓的形成之类的，或是这里的植酸它可以抑制肿瘤的血管的生成，那就是抗癌的嘛哈。然后这个谷维素是动脉硬化或糖尿病，其实谷维素它本身的抗氧化性非常高啊，这个是很好的，抗氧化性非常高的。那还有就是伽马，那现在的伽马叫做发芽米就很多伽马，那伽马的话是对舒眠，就现在这边的人应该比较没有，我们化妆的那个脚步没那么快啊，就是比较没那么紧张，很多人具有睡眠的障碍，比如说他不见得躺下去睡不着，和压力大睡不着，有点安眠的作用。那这个部分其实从一些发芽的米的部分，它就会增加这个伽马的量哈，这个一直很多人在做，很多人在做这个部分哈。那这些都不是很大量，可是它居然有很好的生理功能哈。那还有就是多酚类的部分，只有抗氧化的部分，好，这都不是最大量的。好，那不管你有没有做米，大家都知道，我们大概种的是先稻和梗稻部分，先稻比较像在南米的部分，梗稻比较像
蓬莱米的部分，当然还有糯米这些东西哈。那我们吃起来，我们都叫，我们讲说什么蓬莱站啊，什么圆锣厂锣，最近的端午节出来的就是，反正用糯米做的，对不对哈？那这个蓬莱和再来，其实现在再来的品种也很像蓬莱，就是尽量比较黏度比较高的。但是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人种，就专门给一些那种像是做那个挖柜啊、罐的，不要那么黏的哈。那像我现在在做的，我在做的发酵的部分，我要用的就是不能很黏的，因为当你很黏的，就是属于加工型的，或许你吃起来，因为我们喜欢我们台湾人跟日本人比较像啊，都是喜欢吃黏的。啊，所以现在改良，管你什么再来，你们反正全部都变成比较黏的东西，比较黏的米哈，黏度比较黏的。但这并不适合加工。但一个例子来说，我是用那个来做基质，然后把灵芝去接进去。假设我的太黏的话，我整个里面都没有空气，我的菌就不能在里面有空气的，会黏成一团。那这样子，就是它的效果不好。所以我要用的是再来米，但是常常我们教也是教得很辛苦，这个很难，因为量都不多啊，大家都现在都种的不一样的米，反正就不是很好像很普遍。那这个可能也是台湾可以去思考，就是说在那边去，你要做加工型的特质，那么多米不是每个都有的，可是我们现在可能不太想，因为加工可能没那么好的价钱。但是话说回来，假如我们做的是一些蒸馏发酵，本来的价位就高，它就不 care 原料到底多贵啊，就是说。甚至有机的，它可以这个后面再增加产品，再增加它的那个利润，这是你可以去思考的。那这也不是你们的，就应该农政单位说啊，鼓励种什么米就种什么米嘛。只是我现在发现说，要加工是加工型，跟吃的又不太一样哈。那通常的话，那个鲜米的话会比较长一点嘛，我看起来是比较长一点。但当然是最主要是黏度来说，关于说黏性的情形，糯米是最黏的，然后再来是蓬莱米，再来是再来米。是一般的状况，然后它的膨润期也不太一样哈。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些都牵到你加工，不是纯粹是吃米的部分。好，那这个加工的特性和应用，刚才就谈到说，这个不同的米，由于它的淀粉组成不同，它淀粉虽然都是淀粉，就分为直链和支链。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支链淀粉通常来说比较粘度比较高，而且它比较。它用的酵素比较切的不太一样。那这里可以看到，所谓的直链淀粉最多的是再来米，然后相对它当然直链淀粉就不多，所以它比较不黏。那你看它不黏，其实它们也都是70%的直链，相当于只要糯米是100%的，几乎都是直链哈。来说它们也还是直链占多数哈，直链是占少数哈，还是这样讲。那它比较不黏，所以它不适合直接使用，其实这是不适合是我们的口味。你搞要去那个泰国就不是这样子了，就是他们喜欢的时间。其实全世界喜欢吃米的，以米来做主食的太多了，好多民族都是。我以前都以为出了台去美国的时候，我都以为是我们这种中国人来吃米啊，或是什么。你说我知道越南、泰国这些就不是啊，人家那个中南美洲也都是吃米的。我原来只是大家吃不同形状的米，并不是都是吃米。我以为都是吃面包那种，就错掉了，不是，是很多是米还是最多的啊。那可能那个比较容易种，但是每一种型都不一样。像我在美国吃的米，就跟在台湾吃的差蛮多的，就比较是不黏的、长型的。那也吃啊，反正它就是饭就都煮成饭都吃。那我们知道说再来米，通常来说就是中式传统米食制品，叫做河粉汤米。开发到这些都可以这样做，甚至我说挖对那个公司很适合。在台湾做米谷粉比较不普遍。那我们在美国换了哈，之前的话，我要做什么都得自己做啊，当然蚂蚱要自己做，然后什么菜花柜也要自己做。那些东西都是买米谷粉，那大致都是泰国来的比较多。好，那台湾好像头先没有投入这个，都是直接吃饭就好了，好像。买米谷粉不是特别普遍，甚至自己我是现在还比较普遍一点，是甚至自己要拿去磨哈，那个完全不一样。其实他那反正我们在美国也不可能有人帮你磨嘛，所以都是直接买粉的，所以我们还蛮习惯，粉加一加，就像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哈。那蓬莱米粉的话，其实它
它比较适合直接使用哈，然后做成浆状的传统米食也可以这样做，然后再就是糯米的，那大家都知道什么八宝饭呐、啊，这因为它比较它的好处是煮成饭具有粘性，比较较 Q 而不容易老化。这是什么是老化？最简单的讲话就是说，你的淀粉本来吃起来煮完饭以后是糊化的情形，但你放到冰箱再拿出来，你就发现说你吃起来就好吃，就完全不是。然后那个通常是可以拿炒饭很不错，炒饭还不错，但是就不好吃，那个就是老化。这就为什么我们在 Seven 看到那个有没有什么三角玉饭团啊这些东西，他们的温度都是18°C，为什么？这18°C，我们知道太高的温度根本放不了，很多人都坏掉了。可是它为什么不放5°C啊？到处都是5°C的，为什么要设计个18°C？18°C这个设计把米推了很多，就在台湾的这个就是整个销量就差很多。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温度下，它还不至于老化，但是它温度又从25或35就降到18°C，至少可以比较存放比较久。那这方面东西未来我们可能都要克服掉，才可以说你我刚才讲的，你可能拿起来。你要不要微波随便我们现在都不是都冷藏或冷冻啊，那有时候就必须要、尤其冷冻的话你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把它用微波来加热你才能吃嘛。那未来可能看到的便当他们打的跟我说要卖35块，我说太便宜了，然后说因为让我满意嘛，我就准备到时候就先批货在我们学校里让学系学会有一些买。据说他们想要做到就是大家知道说鼎新集团在大陆不是有方便面，他们其实要走大陆的方便饭。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台湾厂商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想法是觉得说，既然都吃了，就是一个赚5块好了，就可以够赚。他们想法是这样。那我是觉得哇，这个卖相太便宜，现在的这种到时候来看他们真的玩什么，是不是真的如这样的情形哈？那在这里面，我们要黏附那个像粽子啊、年糕啊，这些都是糖花旗啊，这些都是属于糯米做的。那至于稻米的收成和干燥哈、啊，最主要是田间的收成这个，然后堆来收获这尸骨以后，我们不需要做干燥，这可能到6月下旬还是你比我们早。7月。你们比我们慢，为什么？都差不多7月份左右。可是我们那边是6月底开始的，我们比我慢啦。我以为你比我热了。从台东一路收上来。哦。6月底。台东是6月就开始。台东更早。花莲。哎，那这里是这不是花莲汉，这有台东来的吗？有。不是花莲汉宜兰的吗？宜兰的才多嘞。宜兰有。全省都有。全省都有。这全省都有啊哈。那我就不知道南部是，我知道我们那边大概是6月吧，6月底啊，现在还没有，所以马上就要很忙了。因为我有个学生，他原先等等很多研究是他做的，他是我的暂时已经毕业了，就是暂时专班的学生。那他为什么来做这个？因为我说啊，你调到那个什么，他是东山农会的什么那个什么，反正就是部里米仓的那个。反正跟米仓有关系。我说啊，你那边来跟我做米虫，所以他从杰老师那边来做米。养蜜蜂的啊，真搞！他本来找了一个蜜蜂的，可以那种网子可以养蜜蜂，结果人家说要去种木耳，所以他就没了。他连场地也没有，然后我就啊，那来做这个，刚好跟他的专，刚好蜜的东西相结合。然后他就到6月底那地方忙得要命，大概忙2-3个礼拜，连时间都没有吧，因为一直进场，就是尸骨要开始干燥嘛哈。那非常希望到时候，现在天气比较。雨水多，刚好不用那个，不用去浇水了。然后到时候，希望天气好一点。日晒干燥在宜兰现在已经越来越不普遍了。以前我刚去的时候，还在那运动公园那边，像这样子日晒干。那我不知道在花莲这边是不是还有很多土地，最主要你没土地怎么去，你没有地图怎么去干燥哈？那哎呦，不管怎样你都要干燥哈。我去台东有看到，像我们前做。我以前也知道金针啊，那金针花就在那边做的啊，现在比较没有看到。那所以这个部分通常都有龙骨鸡，所谓龙骨鸡就是把稻壳外面给它弄的，这边最后一边糙米的。所以这个步骤就是，我要买的机器都是龙骨和鸡米两个一起的。好，那不然就是两部机器。那我想说，那不是我的主轴。假如未来你有需要，你再就直接来，应该也还算快吧。因为我叫他不要说快，像小朋友的那种玩法哈，就在实验室的玩法，所以应该还可以吧，还没有。下面这道就不知道，所以到糙米，然后再有个精米机就到白米，然后还有一个色彩选别机，
这色彩选边技巧选不好的话，有些还没有它是一层一层磨的把它磨，假如它没有完全好的话，那有可能说有些不太漂亮的那个青苔吧。那我要讲的是有这个色彩选结晶，所以我们的米虫根本就不会进来，一些黑的它更不可以进不可能进来。但是为什么大家买了以后还有米虫？好，我们再来开始讲原因啊。反正因为有这个鸡啊，没有的话有可能在这边爬的原因啊。但有这个鸡是更不可以有的，然后就可以装袋了，那就包就包起来了。但是碾米的过程中，我也可以给你们建议，假如说你是卖草的，因为我这些都是看 paper 出来的，因为我们应该不是算是最专业的，但是我们不会看 paper， 所以一个题目来大概就是由 paper 来看啊，对，那。你在从那个糙米碾成最后精白米的过程中，当然有的部分就是卖糙米，再去买精白米，不然有胚芽米，有人在卖哈，就是胚芽米、发芽米有人在卖的哈。那有人去弄个三分米这种，就中间磨一层这样，就是没有全部磨。有人卖这种吗？有了，啊，有人买吗？有。那特点在哪里？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吃太精白的。他会说糙米太硬，但是稍微再把它碾多一点，但是比较碾到全白。我看 paper 啊，日本那边的，碾一层就够了，碾一层就可以让你的吸水力变很好，因为它就吸不了，那吃起来就很硬嘛，就是我们泡水，所以碾一层就不知道所谓的是不是三分米啊，就是说碾它碾它把它碾一层，然后就会变成很容易吸水，所以他讲的就是说他觉得他又要糙米的好处，可是又要好吃一点，其实大家可以思考这个做。做这个过程，就是说那个米要，不要说只是说营养又不好吃，那人家就不会喜欢。假如说好吃，然后加上又营养，那其实可能牺牲一点，人家应该会比较接受哈。这里面可以考虑。然后当然我们那边的那个什么五节龙会，他们做有情人，他就跟我讲说，假设我们能做一些什么发芽米的话，那就他说台北县龙会那边会赚很多钱。他就要跟我讲说，这个加工会差很多钱。他说，摆他们的米，然后再去发芽，就是价钱又差很多。所以他就认为说，这个部分加工是可以做的。那大家可能做到最后是所谓的胚芽米，就是他的胚，纯白米跟他的胚米。那除了你做这之外，还有到底的储藏其实也蛮重要的。当你在不管是热风或日照干燥，最后的水分。大家其实说12%，大家都到14-15%吧，一定是要掉到这底下，好，这样的储藏才安定。那我知道我们在宜兰市那边，我们对那个好的是蛮照顾的，他们的米仓库还有控制温度，有18度、15度都比较低，差不多18度以下，好，相对湿度也会控制。然后而且它温度低的时候，这个虫害也会减少。但是其实虫害最重要的也还不是在温度。最重要的是在你的仓库。我们曾经请苗美琪来辅导哈，就是说看他们谷仓的问题。我发现当你们要在那个碾米的，就是现在不是刚开，就是开始要准备碾米吗？你在那他这样建议我们，其实直接陪他走，因为我们要做害虫，那是找苗美。大家认识苗美琪博士吗？都没有机会接触。他很热心哦，他比我还年轻，然后他是我们台湾的。虫专家，然后米虫全部要去找他，我们也是因为这样才去找他，因为我们也不会。然后他的意思，好，我把它转听完，我也在宣传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像你们开始要做的时候，请把你们的年这个龙骨鸡那边先跑一次，而且是用热风，因为你想，我干嘛跑？我去年都已经弄干净。可是他真的就让我，他就带着我去看，真的，你在那死角里面真的有虫在。这是讲的虫，那是去年有一个，然后今天再起来的虫吧，因为大家都认为他自己都清理好他的龙骨鸡了，可是事实上他认为说用50-60度去跑，因为虫的话，跟你们讲60度就死掉了，所以大概就用个60度去空跑，先去跑个一天，你觉得浪费，可是你的虫，你们就不会待在你的里面跑进去，所以一个是储藏出问题，一个在这个碾米的过程中就跟着跑进去，然后就造成你后续储藏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其实虫会繁殖，而且它会跑，好，那所以假如大家有旧的那个。就还有旧的，因为我们那好像卖的不错，都没有旧的。假如没旧的，赶快把那个整个空的好好的清洁干净，其他就跑来跑去的啦哈。那这个会有效果，把你的仓库的管理弄好，其他都是跑来跑去的，就是仓库本来有的部分哈。那除了这之外，就是还有大家都通常会很多米都是小包装，像真空包装或冲浪包，真空包装蛮多的嘛哈。那最主要是
跟乙酮有关系，你要真空包装那个乙酮里面的卵，它没有办法呼吸，所以就不至于在你买的时候看到哇，怎么虫在那边？这有差别。那还有就是说，可以减少氧气，让这个里面的油脂会发生氧化，啊，就减少油耗物的品质又比较好。这个部分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很多人都在做了，现在只是怕说那个气有时候。那个包装不够好，有时候被人家撞就坏掉了，也有这样，等于你的心血管肥胖，有点是这样的情形。但这有两个好处，就是除了油脂氧化减少外，然后还有就是虫也比较不会孵化。好，这是看我们在，这是我在那个农会那边看到的情形。那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卖给这是卖给那公羊的情形。他们现在公羊也，你们都不要卖给公羊，你们现在这个。这个比较低价钱不划算，真的。可是还是有人卖啊，办这怎么堆得像山一样？反正我就跟人家那山，然后这边画起来就是不让他们偷偷的拿一包，因为每个都画了红线，我就去看才知道，哦，这些都有做记号，不能随便他们帮忙。我会没有帮忙的，就是所谓供养的部分，他厨房那一年包多少？可是他们自己又不是，他们自己的厨房很漂亮，这个是15、18度差不多，啊，这是他们自己的。因为他们之前卖，那这是他们看大包装的，还有他们一般包装，甚至真空包装的情形。好，这是在东山农会的情形。所以我说我是学生在那边，好，所以说容易拿到他们的照片。好，那到底为什么政府机关要推行这个白米呢？其实从民国77年，每个人可以吃，每个人哦，这不关我们人口减少哦，是每个人可以吃73.3公斤。到文化101年，像这几年下来。几乎已经降到45.6，甚至假如没有在那个，还会再往下。这个看起来也斜率也是不错，一直下去的哈。那为什么这样子？他们探究的原因，其实我觉得跟我们怕胖有关系，不吃饭就不会胖的，对吧？怕胖也有关系，还有就是大家不敢吃很多饭嘛哈。那还有就是西食的情形，就是西式的饮食，觉得说我们可能想要吃面包、吃面条这些，那你太仰照。太仰赖这个米，怎么说西食的话，等于说台湾的自有粮就太少了哈，所以这个是政府现在非常烦恼的事情，他希望说怎么样来增加。好，那当然叫人家多吃饭，那我就只吃一碗，叫我吃两碗，才不要那么笨呢，因为要去瘦身还可以更贵的，不是那个饭的钱的，所以大家不见得，那是不是可以取代？好，所以这次说我后来讲到为什么要用米谷粉的原因，它可以变成像取代淀粉，取代面粉。就看什么可以这样做或完全这样做。我相信在前两年，政府也花了很多钱在这部分，在什么家政班啊或什么班都有在练习做。我觉得有的他们可能做的还比我们棒，毕竟我们自己也有在做啦，就说这类似的东西哈。那这个等你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如何来增加，所以我们是用一部分的情形来增加。好，那虫害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在讲的。虫害的问题其实困扰，我听说是2%到10%。政府然后公粮的话，其实也有补偿好像是2%，好像是，然后还有补偿说大概是这些大概是这个几率啊，好就会换掉几率的。可是看着天气，只要处理你的仓库没有处理好，可能还更严重啊。那当然这里面困扰的里面，我们处理的方案，很多人是用了化学烟熏的方式，那化学烟熏技术那个。开始开仓库外的那时候，他们已经说要用那个防毒灭菌，我们学生说要带瓶防毒灭菌的那个烟雨枪啊，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那这也是让我觉得哦，原来真的是那有点毒的，很可怕。他都自己要用防毒灭菌的哈，然后听起来就很可怕。那低温储藏应该也是。那他们还有用灯光用，这个算是间接的用杀用灯光。他们有那个灯光，然后就尽量它就会飞到那边，尤其是稻米最那个最冷的时候就会飞过去。他们有灯光用的治标的方式哈来做。然后除了这之外，避免它长虫的最主要的原因，都我刚才说，因为你有个稻米的选白期，你更不会有黑黑的东西跑进去，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问题是可恶的是，那个虫原先在，然后它虽然在选白那个地方弄掉了，可是它的卵是在你的米，它长在米面的，在你的米里面，它会孵化。那这就是为了特殊的原因，尤其没有真空包装的。有一次我买了一个3毫米，就在去年的时候，那个3毫米是大牌的，对。然后结果我还来不及吃，因为通常买也不会说真的家里没有粮才赶快去买，因为我不是那种去传统市场，我是去家乐福的那种那种妇人。
好，那大概就是提前快要媒体就去买，所以我还来不及，我的原先米还来不及吃完。通常我现在米也都放到，因为我很怕虫，所以我都是一打开就给它放到那个什么冰箱里，就至少 safe 了哈，就至少不会看到虫在爬的热心。然后没想到那次很倒霉，我还没有打开耶，然后他也我那次买不知道为什么买的那个还没有那个什么。还没有那个什么打开，然后也不是真空包装的，不是哈喽，其实真的没有买真空包装，常常我都买真空包装，那次又没有买，结果我才打开，那全部都是虫，好可怕！我还没吃，后来我干了什么事？我直接拿全部丢到微波炉给它杀死。我那两件事，在美国的话就丢到外面冰飞雪的地方冻死了，但是在美国，直接就丢到门外了，然后它就冻死了。那在这我就直接丢到微波炉给它杀死。因为我觉得好可怕，太多太多了，那真的长了一大堆，它会繁殖嘛，夏天就是很快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当然我也可以去客诉说这个，但是我已经打开了，我就比较难说啊，算了算了，我也知道他们的理由常常出这个问题，或许你的理由这个问题，那我们怎样解决？我们直接来做这个事情啊。那除了这之外，就是米谷粉的问题，米谷粉它取代面粉的部分，它是希望刚才讲希望稻米的用量增加。那虫卵是不是也还可能有孵化以后它敢孵？你想，你最好的米会去做米谷粉吗？我们心知肚明，大概都不太会，都脆米啊什么比较难去。那这种米的可能，因为它可能它的虫害可能又比较严重一些，混在里面会不会造成生育素的问题？好，这是别人跟我说有，但是我没有做到。OK， 我采样的可能还不够明显，我没有做到。那人家是跟我说有，而造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米谷变成粉的时候。它规定十的五次方，就是你菌不能超过十的五次方以下才可以，然后你没有的话是可以，但我听说是超过这个退货哈，就退货。所以我那时候想法，我可不可以用同样的设计来，除了杀虫外也能杀菌啊？就基本上是这样的想法啊，整个架构。那台湾最主要的基础的害虫，那我们那时候用的是这个拟向虫的拟向的部分啊，当然也有用是什么。这是什么叫米谷粉还是好，这类似的外米最容易常常看到那飞来飞去的，我想你们比假如正在做米的还用不清楚哈。但是我今天讲这个技术，假如你是做杂粮的，假如你也是有这种问题，其实都可以用啊，不是只是就是杀虫都一样啊，就是不是只要你有虫的问题都可以用。OK， 所以说像新辉他们也有找我。解决他们，后来又好像可以解决他们。一开始就是因为他们现在，你看大家都喜欢吃燕麦粥，对不对？燕麦粥也是进口的。那很好玩的是这样，因为幸亏本身是药，所以他们原先是做药，那药都是毒的，谁会有虫发生呢？那当他们去接保健食品，可能要做什么燕麦什么东西的，哎，开始完蛋了，原料竟然怎么跟他们原先药都不一样，开始有出现这些。可是我跟他们说，你把仓库先弄好再说。仓库有问题，它就会越来越多。我有跟他们讲技巧，所以他们也会这个烦恼过。所以不是只有米，我只是说我做的是米啊。那当然不同东西条件要稍微变相，好要变相。那所以我们是以一个它虫药，我们现在是用米相来做。我们自己培养米相，然后从杨美琪老师那边，然后拿了他们米相虫，然后培养，然后放进去的哈。那基本上60度C，这是你们想的60度C会死。那你想？哎，那有干燥啊，你干燥可能是50度C啊，那怎么还会在呢？哈、啊，通常你在干燥的时候，那还是稻谷，那时候不会有，它是除虫以后才有。那你就到，哎，我再把这个拿出来再干燥，也没有说不行。但是重点，我们所有干燥问题都是在于慢慢从外面传到里面去啊。那但是我跟你讲的东西是，只要你有水的地方就会有，它没有热传导的问题。外面已经好了，可能太过了的话，你的同列就会发生了，就不是很好，你的条件就不好了。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这个一个加工技巧的部分。我如何让温度真的能到60度是让虫死掉，而你的饮食要良好。因为农委会官员说，哎，我们要进口，我们要出口去大陆的，你那个米哈，最后后来我才用高雄145，那高雄145的价钱也非常贵，哦，不是普通的米的价钱。不是普通米的价钱，所以基本上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那么贵的米？啊，我刚买5箱就快1万块了，还5箱米呢，才10包50包我的米，反正对我时间来说，一下就做完了，真的，一下就做完。那就说要1万块，我觉得是真的比较贵。就送货来说，你是要自己吃，你要想那么好的米在那干嘛？所以我们在做的
故意加虫进去，然后干那个杀死的实验，所以完全不是这样。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要确认说，这么好的米给我们不要变难吃的，100块米变成只剩下30块的价钱，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被官员指的一定要做的，不然不是都一样吗？那就为了价格关系啊，那使他在厂房之间不会只要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前面数，我们做实验都是去收集资料的。我刚才说我做这个实验是第三年哈，很多都是做到什么去收集资料。那我发现60度C大概就是虫会死掉了，这是一个很好的 information。那你用热风干燥的时候，虽然你也是50-60度C，可是你整只表面干燥，里面的温度还不够，那它就没有办法死掉，这也是原因哈。那我们就想我们怎么办哈？那在这里面就看到这个虫的部分，我刚才说60度C是重点啊。好，那虫害的问题大家。这个虫的四个绝对四代哈，那最主要是这个卵的部分，它放在那个米，就是米，它弄在米里，所以你也可以看不到，你削那个表层也没有办法真的把它削掉，所以就造成这个最后孵化变成你看到的虫，就很可怕，在这个柜子。那可是耐热程度来说，成虫最耐热，那我做实验很容易，我把成虫放进去，我这个只要死了，这个一定是最不耐的，卵是最不耐的，所以我只要针对这个 idea， 我只要把成虫死了，我确定我孵化的东西就没有问题，这是我们当时想的，就是看到的东西和想到的东西哈的状况。那防治米虫的方法，这里面好多啊，那当然化学熏蒸是最化学熏烟熏法是最常看到的，还有灯光。用补法，好，刚才讲的，那看冷藏冷冻，这冷冻太浪费那个冷藏已经在做了，这18度、15度都在做，然后就是真空或是重返包装，这个部分大概都是为了防止你虫来做的哈。然后好，那现在我要做杀虫，也就是说你已经有问题或可能有问题，你假如觉得你的米仓里更没问题，你就这样做吧。那你有问题，那怎么办？我跟他说，那我介绍一下射频哈，对大家来说应该可能都不是有听过的话，都是去那个什么 RFID， 就是说做那种，就像去捷运的，知道怎么走进出的，这些都是算是也是 RF 哈，所以他们都是电磁波的一种哈。那或是很多人要做一个米粒的部分，也可以从有这个。进去就可以知道是多少，那个格子是 I 嘛，但是他们用的不一样，他们那个只是讯号，我们用是加热啊，同样的电磁波，可是不一样。所以在这在这边用在工业科学或也医学上的无线电波是电磁波的射频哈，我们又称为 RF， 它通常只有几个频率啊，不可以乱用的、啊，你乱用到时候那人家通讯都变成你要干扰它通讯，所以大概有13.56、27.12和40.68，在美国用是27.6，现在的实验室用的是40.68啊 MHz。那这跟我们家里的微波炉差别，这两个以下，微波炉的差别是2450MHz，所以显现的它频率是比较大一些。那频率比较大，好，我跟你们讲，它穿透就比较有限。所以假如说这边有啊，这个下一个池上门会就买这个微波杀米虫的，这边有池上来的人吗？或是有看过吗？池上门会的都没有，他们买的是整套，但它的状况不太一样，就是、说。它没有办法用在包装米的部分，因为太厚了，它穿透不了。通常你假如说用微波炉，那个什么微波大家看到，其实你家没有去那个 Seven 都有，那通常是一个便当的厚度，太厚它穿透不了，那是它的气质的差别。那因为它们频率差很多，所以它穿透厚度你刚好是它们成跟频率刚好成反比，所以你看你245，你看40就除一除就知道它穿透差很多倍，所以它比较适合工业上。我们就直接拿包装里直接下去，就不用说还要它是弄在管子里。那很多的这个微波的那个发，我们叫做磁控管，就放旁边，然后让它整个在过程中就进行在包装前，在过程中就做了一个杀虫的状况，跟我现在要用的是已经包装好，你真空包装完再去做，或包装完再去做。这两个是不同的方式。那因为我也做微波，我不是说微波不好，我们在看的是什么样的设备，怎么去操作。好，我没有意思是说微波不好，好，那也没有说一定是设备好，它各有优势，看你怎么去用。因为以我一个
制程工程师来看的话是这样看的哈。然后好，所以先对这微波炉有了解之后，你也看到微波炉就把它放在这边，然后还有磁控管产生的微波之后再打破进入到这个进入腔，这是你的食品。那射频的部分，它是用两个电极板啊，这频线电极板的高度啊跟食品的距离，这就影响到它的 power， 它的就是电就是它的。功率的大小啊，所以它会升温太慢就有很大影响。所以我们的操作在玩这个高温，就是那个电极板的间距啊，然后来加热。那他们所有加热都是靠什么极性分子旋转？你想说会那么快吗？刚才说什么2450或是40MHz，mega 是16次方，赫兹是秒分之一，所以他们是瞬间到起，不会算，很瞬间的。正负之，好，从这里看，我们刚才是前一家看，正负这里电极，假如是正的，这负的，那当你是有好，比如氯化钠，那你想说大家都正的会往负的，反正会相吸，那但是它瞬间变，它的电极板瞬间变来变去，正负，所以搞得你食品本身的水或本身的离子。它在那正负这，我一下往这边是正，然后一下往这边正，我自己里面掉来掉去掉，我是水的话，我掉来掉去掉，所以我自己本身摩擦生的，是水分子摩擦生。那今天你只要没有水，好像有些盘子放进去，你要很大的一个碗好了，一下放浅浅的水，其实上面不会热，因为它是阴热层，它不会。有些正负管你去正负，我又没带电。自己跟正来正去，出来出去，对它没有影响，它就不会热。所以它是针对你东西有水分子、极性分子，或是有离子，才会产生旋转，来转变成热，而且是自己的热。所以这是最棒的，就是说哪里需要热，哪里去。你今天干的地方就不会热，因为我根本没有极性分子，也没有离子，我转什么，我什么都不用转，我就反而不会产生热。这是非常好的应用。就是说以前的话，我们通常会应用在后段干燥。后段干燥的时候，干燥不起来了，因为它一定要到里面去，里面水都出不来，人家又没办法到里面去，那就不能出来，那就永远干燥不了。所以以前的话是用那一部分，那现在的想法又不是这样。我干脆一开始就来做了，我一开始就拿能量让它很快就出来，所以很多想法，好像跟我以前读书它后来现在应用不太一样。所以它整个跟传统比较的话，它能够去均匀、快速的加热，这是它最重要的特性。好，那。在相较于射频和刚才的微波，它是因为它的这个公式，这个是它的穿透深度，这 F 是它的频率，因为频率越大，所以放在分母除嘛哈，所以频率越大放在分母就变成什么穿透深度越小，频率越小放在分母就变成整个值越大，它穿透深度就越深，所以才会说在这个射频的部分，它很适合在。一些比较包装比较厚度高的，它都会穿透，不会穿透不过去的关系。所以在像你们在做便当要热便当好了，你有三个便当，最好是铺平在你的微波炉，或是分开去，不要叠起来，你根本就穿透不下去。它为什么最后热？是因为热传导慢慢下去的，不是靠微波穿进去的。所以要照每个的特质就可以去做加工。那到底这是不是新的？啊，我可以说在台湾听到的是新的，所以我们是最早在做。但是不是在整个，我说在食品上，在我们台湾产业，其实别的有在用，不是没有用。我回来，我从美国学回来，我老公接我，然后我就跟他说，哦，我在那边学这个什么射频的，讲的大家都很高兴。就他讲了一句话，我们就在做这个，他是做电子的设备，然后我那时候很生气，然后气我自己说，我连我老公做什么都不知道。居然还跟他说，哦，我在那边学的这个很棒啊什么的，现在就叫他帮我做成在食品用，所以每个条件不一样，不过他们观念是一样的哈。那这不是新鲜事，在1946年就开始了，就是通常这些都是为什么会从大战结束？因为大战的时候都是那种无线电话那边监控来监控去的，都是这种。那这些战后的技术都可以转到民间去，好，转到民间去。那这包括后来的用到解冻部分，好，解冻你不要小看解冻，很多人一大块牛肉你要解成像我们。
们吃那个火锅料那个片，那怎么样能迅速解冻，让它温度差不多在负五度C那边你才切得动，那个是那不是说你今天有了锯刀就可以随便锯的，那要切薄薄C它需要有解冻，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快让它完整的被解冻，所以有很多人在做这个，在国外很多啦，我台湾都还没有啦，所以这个我所有都可以开发，我都还大家继续做。然后还有就是射频杀菌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也要准备开始准备做些，你都先做把泥做先弄出来，然后才能推广出去。然后再来就是后段干燥，刚才说后段干燥很不容易干，他就用这个来让里面的水分跑出来。好，那包括了杀菌的部分啊，这个也都在，就是我们在努力中啊，反正现在很多我们也在努力中。那在近几年就做，除了研究他们基本的食品的介电厂性质，就是我刚才说它会就像有水，它的水性质大在这边，这个。他说研究这个，其实纯粹就是他有设备去做的嘛，就是靠设备大概100多万嘛，啊，就是我没有买哈，就是这个就是做它性质的部分。好，那除了这之外，就是很多人在做这个干做蔬果和核果的杀虫。那我去那老师那边，他直接讲，我东西不会，然后他就直接跟我，那我当然立即在一两个月就把所有他东西就看完，才能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不要再做什么水果了，因为他之前已经做了苹果、樱桃、芒果，他叫我都不要再做水果，因为对他们 paper 将近200篇的人，觉得这个做太多会比较小，我就觉得都同样的东西在一直做，所以他说你不要再做水果，就我做的话不同的东西，然后让他满意，不然他就觉得同样东西没有进展，那这只是。A 2就 B2 而已，他们在追求最前面的人就很 K 了。那做水果他们没有做，他们做简易，就像苹果那个最，他们想办法。苹果最的现在状况，当然什么烟熏都可以，可是欧洲部分全部都不能用烟熏，所以他们就要开始用别的方法。那加热是个方法，那加热它是不是可能用热水辅助，然后再加上射频，让它很快速的在简易前，那这比较难，比这其他核果啊这个杀虫难多了，因为。你知道你万一过桶的苹果就煮烂了，不像这个米的话，或者还不自己感觉它就硬的，所以后来他们做这个觉得挑战性很大，所以后来都是做核果类就做很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米。那我一回国，当然就做米嘛，因为我台湾都是米，我去哪里找核果？37度28度，这其实是刚刚相当于1年或2年的反应，其实有稍微到降到70啊，但是某种有点降到70，但大概平均是这样。所以除常是有下降，从73然后已经降到70了，或74有下降，还是有啊，还是有下降。但是基本上除常的2年啊，应该还可以，都没有什么问题，也会有虫的问题，平时也会有问题。好，真正的这个是用十位机做出来的啊，那个机器不知道准不准。如果我知道你们在卖那个有机米的时候。看这值多少来卖钱的，低于大家就没有钱。我知道我们那边是这样。好，那在这边射频的处理的精白米的部分，我们有用1/7的4号平行，因为4号平行主要是喜欢的就好了哈，就说你自己觉得喜欢。那我们做进去，他们到我们都代号，他们也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哈。所以有的是Ctrl-253，红色就是所谓没有任何处理的，然后这是储完，这不是储藏的米，这是立即除完处理完之后，没有几天煮了，就直接做了哈。你会发现说，其实他们根本都吃不出来，完全都吃不出来了。那所以就跟你说，这就说了，处理完的你的品质没有被，把它吃不出来，甚至我们还请那个什么五味那种品的，然后要来说谁是冠军品的之类的那种，他们根本弄得乱七八糟的啊。就所以四号其实自己喜欢就好，更看不出来，他们也没有弄得用吃出有差别的，其实。完全吃不出来。好，有了这之后，我们就看糙米是不是有影响。糙米去做看，那又简单了，就用机会了，会了白米啊，糙米就简单。那在这过程中也是差不多40秒，也是也有的可以到60度以上。那当然我们也是选了60秒的，我就是自己选的了哈。那我们也去看到底它的在这个水分、蛋白质、直接淀粉。不管是真空或是常压储藏或真空储藏，它们的值有没有变化，其实都没有看到变化。包括它们的脂肪酸有没有增加，也没有特别增加，也没特别减少，也没有什么差别哈。然后食味值也都是有没有维持在70分以上，所以这个部分都正暂时的正，就是你是经过37度C、14天还是18天，相当于1年或2年的储藏，其实都没有影响。这个很证明说，经过这个储藏。经过这个设备会不会影响？不会影响。那至于说它所要的电费或者整个成本，应该可以控制到几毛钱而已啊，就是0.几元而已。所以这个是可以做
就是说，电极板的越小，可能还更快啊。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找的条件带的电需要五公分的时候，处理两公斤包装米。我最近在做的就是更多米，就三包一起放进去的情形，到底可不可以比较均匀的温度？好，要三包都这样，因为有时候还是有死角，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加上这个东海帮忙，我们最近在做，但是一包一包就绝对没问题的哈，就解决了。所以一样要做嘛哈，就是射频的杀米虫部分对它的品质也没有什么影响。好，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讲到米糊粉的问题了。那为什么要跟刚才讲了要增加米的用量，包括了取代面粉哈？那当然人用到的有很多用到很多米。米面包是没有办法全部用到，米蛋糕可以，就是它有带有精细的比较不能，它没有精细的其实都可以用啊，所以用的东西蛮多的。那现在也有很多政府也在推哈，所以这个部分，但你们也可以做，你们的米听说米面米糊粉，你们价钱就可以赚很多，这是农会跟我讲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那个因为我不是卖的人，刚才说我们可以帮我代工可以啊，为什么没有代工可以啊？但你又跟你抢生意，我根本不想抢生意，是帮你们嘛。对我们来说根本不想赚这个钱啊，但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是让你们知道我们可以成为你们的伙伴，我们能帮助你们，这是我们在你经营最重要的情形啊，并不是说我要喜欢做那个工人在那边用这个直接这个比较有更好的机器就直接去，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小农他需要，那我们才会买这些东西。那六月三号，但最新的哈是六月六号，就这礼拜六月六号，这礼拜五，在国际米食研讨会是在台北的联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台北的联华厅。那我们是那个是我们是承接卫生就是那个农委会给我们的计划，就请的是韩国还有日本的专家，然后他会有翻译，然后但我们也听不太懂，反正有人翻译。如果你要去的话，可以向我们学校的。跟我报名可以，我把它带回去说谁要谁要，然后假如你要去听一听，要跑去台北听啊，我也要去嘛哈，来听一些新的知识。其中呢，韩国人是用半石磨的方式，所以我现在也想试着半石磨，但是我要破解它有专利，所以我要破解某些步骤，然后跟它不一样才能破解，对不对？反正都是大家看功夫的啦，能破解就是我们听说它有专利的哈，它是用半石磨的，但因为干磨的部分有可能会造成你的。东西，除非是你用是就是炒熟的那种，但有时候听说会造成你的品质不够好，太热了，就是温度太热，所以我们要采办什么正在做，我正在破解，正在做哈，这个也是正在做，就跟你说正在做的，明年就好了，或者暑假我们就好了，因为正在做哈，因为学生比较麻烦，他暑假都有时间，平时真的做一天可以休息一个礼拜，做一天又休息一个礼拜，这动作太慢。暑假就有时间了哈，就叫今天在做什么，在做什么，就他们有课，那就很麻烦。那湿磨部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湿磨问题是其实它磨得很细啊，这个颗粒也蛮细，但是重点是一堆水又要再继续干燥，其实那个能量耗费是比较多。但是半湿磨就是要让它先进水，然后再把它干燥到某个程度，然后再去磨。然后听说这个水就品质比较好。听说我正在做，所以我只能说听说。OK， 好，那我在做的米糊粉的实验里面，刚好去年的四月，爆发了一大堆这个什么掺假的问题，其中这是报纸来的，我那时候才刚投入买了米糊粉要来做，就发现说哇，真的就是超低的，跟他们一样。那后来就大家现在对米的含量就非常重视，就是到底有多少含量啊？那其实大部分就是如果你有经过加工，我刚才讲。大概是7%-8%左右的蛋白质含量，所以当你的加工差低5%，大概就真的是可能是有加就掺加。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跟这些合作，现在我们拿的是联华的，他有帮人家带很大量的帮人家带那个就是做米糊粉，所以你们也可以请他是干磨的部分，对，因为是干磨的部分，所以他不错，他可能办公室吧，他的菌量不多。这里面有很多经验也还可以嘛，然后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我们最后找到的，剩下这些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有改善都不合格。我跟他说5%以下，他说我乱掺一堆东西，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反正都已经做了，就没办法了。就是我看到的状况，但是这一年不知道，那是去年做的部分。好，那在这部分里面，包括射频杀菌的部分，我的杀虫解决了，人类杀菌，但是你也是要去看别人的 paper， 看是别人的报告，然后就发现，奶粉可以杀菌，奶粉是干的，那怎么样？有的时候他可能还不行，要稍微给它弄喷，稍微湿一点来做。不过我们后来没有做到这个，因为我们的米通常米糊粉拿到的
像有的也不低啦，水费也不低，所以就可以直接抽沙菌的部分哈。所以这个我们后来做的，好来看一下状况。这个就是我们想的一样，放在把密布放在热身瓶的设备里面，然后一样去看功率啊、色温的情形，然后只要验证是虫的，还有验证菌的部分，然后再看它颜色。好，那这就我们说这是对不起，这是我买别人的，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再来，你看糯米粉的部分啊，糯米糊粉的部分，那这部分他们发现刚才说要一小时，现在只刚才一分钟，现在只要半分钟啊，就是更快。那这可以想说明，因为米米粒是一颗一颗的，它现在是米粉，然后就是怎么说更接触，所以跟你的虫跟人家虫放接触起来，其实它更容易，我们更容易受热，那整个都压在，也像你在沙子里的，我埋在沙子跟石块堆在你身上那种不一样的情形，所以反而它容易很容易就上，很容易上升，你只要烧半秒钟就好了，半分钟，说说半分钟，啊，就是30秒就可以了，这我想象比较好。那我们也甚至那刚才那是3公斤，我后来有甚至4.5公斤装的再来鱼粉，也就看它，它的杀菌的情形，是杀菌，发现说因为它升温要稍微高一点，要到快要到100度了，那这时候需要300秒，到全部无菌，对不起，不需要这样子，你只要15次方，所以你的东西假如是有些脏，其实降低就够了。我们现在做到都没有菌了，不需要做到这里，你们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这是我们做实验更不需要做到这里。那因为我也没有我的样品里面没有特别很脏的很多菌的啦，不过就是真的可以做到这情形，就是你看这红红点就是它的菌哈，然后我们在60秒的时候，本来60秒大概就是可以杀虫了，但是这个时候还是有菌，但是不表示你的菌没有下降，因为你再往前看这有更多点，红点更多，所以不表示没有下降哦，是怎样？是有下降哦，有变少，但是到300秒是完全没有的，不需要，就是你的密封很重要，不要。有些观念都错掉，我说要人员杀菌什么都不是，它有规定15次方以下，所以你只是过多的时候要稍微下降一下，并不是说一定要，除非里面有，应该一部分也不至于，只是脏脏有菌而已，有生菌株，不至于说到了说好像有毒的菌啊什么的，没有这样的问题的哈，不是那种不是有那种病原菌的部分，所以你也不用太烦恼，就是要下降就好，应该都会知道。好，那这个就是发现了我们这杀要完全达到杀菌的部分，这个60秒还不够，还是只有25%，要三百秒的话才能全部看到没有任何菌的哈，这部分是这样子的情形。然后色泽部分也没有很大的影响，这是玩完以后哈，这个经过了即使三百秒，它颜色也没有，但是水分有点下降。这个再来鱼粉是拿屏东什么的，然后就屏东那个，当然屏东的，它是一个湿膜的，所以它的水分含量很低，只有超过1%左右而已，好，它比较低。那后来我们再利用波兰，就是联华的，它的部分就比较水分就比较高级，所以其实跟它们加热其实也不太一样。那这也差不多150那样就可以就比较快就可以。所以到80-90度，我们再做到这边哈，然后做到它的那个杀虫的部分，你差不多150，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多，4.5公斤的哈，那也是要去验证说它是不是可以杀虫杀菌的部分，然后1秒到300秒，你是完全都菌都没有，就是也是验证的部分，然后看它影响，那也做了它的储藏，那因为我刚才讲说这个是干膜，所以它的水分差不多10%左右，那经过了300秒这个时间，它的水分就降比较多，好，因为是水分。温度超过100度，所以有些蒸发掉，所以它从干膜从10.8可能降到7%左右。好，这个是会看到的问题，然后就是干膜的关系。但是7.多应该也还好，反而有助于它储藏。至于说它颜色没有很大变化，就是重点。因为你看，哎，变黄了都不好，那其实这个并没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是可行的。就是我们在做4.5公斤的，就是干膜的情形，所以后来才发现哦，干膜和湿膜还不同。假如你湿膜看起来水分都没有查，都是1%左右的，就看不出那么大的变化。所以在这里可以确定说，整个来说，没有米虫的情形，没有经过你的杀菌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看到的，也是说我也没有碰到很脏，对不对呢？啊，然后也找到3公斤或4.5公斤它的条件，啊，能达到100%的杀虫和杀菌的部分。好，那当然也发现如果有干膜和湿膜，那么就是我未来要做的实验里面，去看这个干膜和湿膜的情形。好，这个是状况。再来重视米食的种类哈，那当然重视米食，当中有直接用米粒的部分，比如说饭的、粽子啊这些，油饭啊这些，全部都是直接一个。
比例就来做的哈。那或是你要做姜的，你可以是用丝的来做姜，那或是用苹果粉直接调水变姜，两种。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说农艺的方式，尤其是像农会，在农家，人家找你是有机米或者是比较好的温度米，那你就弄成一个苹果粉，再去给别人，这个是听说价钱会好，而且人家可以回去直接做。做一些企业后段的这些产品哈，就是很多贵的部分你都可以这样做哈。那米浆的部分就直接米浆的时候，有些刚刚讲说像直接变，你看碳的浓度要多少哈？碳浓度要多少？那你的浓度其实我也在讲说，我们直接要做成就是做米浆对不对？直接做米浆。啊，那我刚才真的会跟你们分享，我们做米浆不要做那个，我要做那个真菌的米浆，就是说像灵芝米浆这些，这比较有高价值。同样在米浆跟人家比，实在是很难冲出重围哈，是不是可能在做一些比较有高价值的，那你的价钱会比较好，这是我们的想法。那手粉类的部分就是就先炒，啊，先炒，炒了之后再做哈，这个。当然，有时候它还要放一些油啊，那个部分，然后再做这手粉类的部分。那这个手粉呢，我们好像有人来找我们说，他们是要用手粉做。然后我说好，我们也会去买。反正基本上就是你们有什么需要就跟我们讲，我们钱有的话就给他，觉得需要就是可以做。当然我们也可以做研究用啊，然后做加工用，因为毕竟学校最主要是学生的学习操作的一些经验的场所，那所以说，你们既然有觉得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买的那个工厂烘焙机，工厂把你们米先炒一炒，啊，会做这个事情。那可能大家最有兴趣的像这爆米花的部分哈，那爆米花机现在我知道说，我不知道你们手上有没有像我刚刚介绍那个设备啊，它你们回去看那个 CD， 他们是动态的哈，那它很好玩，它其实跟我讲的时候，原来他们自己都没做过米，送货给我们的时候还赶快练习怎么做，因为他们都是用他们自己配方做出来。可是我刚说我要纯米，就完全他们也没有做过，他们就试啊，跟我说一定要排个九号，然后什么哎，后来我们同事拿了配方米就不够可，然后我拿的那个是145就爆得很好吃，那个米本身也好吃有关系，所以我们是想要把米直接做出来。但是问题是现在它一出来就是一片，你有味道哦，烹也是用烹米提供，跟爆米花不同点。那部机器刚才那个，那个东西到哪里去了？收起来了吗？忘了。那可以吃啊，你这个够不够？你可以吃没问题。有啊，你们就这样吃吗？其实建议是让它配东西。对，我觉得这样不好吃。那做一点点吃。我觉得可以吃啊，反正就带出来就能有的有。我是觉得它，对啊，就可以吃啊，这个就是。这个我机器有了，可以爆很多很多。这不是问题，我米已经很多了。我刚才不是说随便我的米从做实验一下都做很多了，所以没有问题的，可以打开来吃嘞。我跟你说，我们开玩笑说那个真空包装的袋子还比那个米还贵。因为一个米才五克。这米才五克哦。一个米才五克做出来一片啊。五克的米啊，那你会多少钱？这样一下会有多少钱啊？就没有味道，对。后来我觉得啦，因为我要做这个东西啊，那怎么做？我中间要来做个夹心更好吃。我也想要。可以放芝麻或是一些东西进去倒。对，也可以放。花生我确定是不可以。因为它机器的问题。我不是完全要这样子，我要来做夹心的。冰激凌，很好吃。因为现在不知道是供冰激凌吗？但是差别点，我为了要配合这个，我要去买个冰箱。那我即使买现成的冰淇淋会化掉，所以我就要买个冷冻库的冰箱，所以才能吃完之后好，给它涂上去，很好吃，就是很像个，就是反正这个冰淇淋就是都要盛装的东西，就是变汉堡那样感觉，非常好吃，但有点像我们。反正我觉得可惜啊，但现在这个都没味道，你知道？就像说他们还，你有放糖吗？盐啊，所以你做咸味对不对？或者只放一点点，只是稍微提一下。对，因为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味道，都很清楚。好，那 anyway 这个东西就是可以这样爆米花。那这个我想啊，跟你们我们小时候大家都不晓得，现在也有爆米花啊，差别点在哪里？这个机器有一组，其实他们都想法，对我看来我的破解都一样。
爆米花也是在这个机器里面把米放进去，然后底下要把它锁紧，然后这个火一直在转，火就一直绕，然后火一直动。它其实都是靠米里面残存的水分，在这个密闭空间一直加热加热，它水汽就出来，因为我们还有40%的水分嘛，水就出来，然后你瞬间把那个门打开了，那个开了。那这个高压的东西啊，因为这个高压是因为你的水汽，然后释放出来，然后就变成膨出来，所以一颗一颗就变膨开了，就是我们爆米花。然后通常我还会去做麦芽什么，然后弄糖啊，弄好吃的、甜甜的，对，这大家都有经验吧，都有吃过的哈。那这个台机器，我不是刚刚他卖你多少钱呢？我是请他代工，我没有买机器。你请他代工，机器买不起，所以我们也可以代工，对不对？要讲什么，我们都可以帮忙做啦。其实，因为我认为说，其实给学生更多机会，有代工的情形，他们也是有一个机会选。不然我们做到给谁啊？神经病啊！对，给了一大堆。现在已经是，不过现在生意很好，几乎好像同居有800人，对吧？就叫我那个一样他们，然后就可能800人来，就好玩吧。一般他们不太有这个机会遇到这些啊，只是好玩而已。那但是我觉得没错，就是在学生的实习上面。其实他们也是有机会出去，就是有人要，然后给人家，这样子才是一个流动。不然他做干嘛啊？我都不知道做那么多干嘛，我大掉。因为我曾经做过，先刚才讲米家，我曾经做过虫草米家，也曾经做过你自己家，都卖老半天的，好累，还要去推销，那太累了。因为我不是做这个，我会做，我只证明我会做。然后可是要会卖，然后到处跑，好麻烦。好，那这个我刚才讲的机器一样。它是一个这么小的圈粉，就是做出来一个那么小的圈粉，它把固定量的米放上去，它把那个大概260度非常高温，然后人米下去是高温，那水就会，它先放下去，我们放回去看得到，它放下去，然后只能6月10号欢迎你们。完之后就可以去玩一玩，就知道怎么回事啊。然后放下去，你要整个盖起来之后就紧密起来。那因为那个260度很高温吧，一样的很高温，那你的水分就快要膨起来了吗？水分那时间也要算对了，然后再蹦，再出来的时候，它只差别点跟不同的地方是，它有地方可能稍微泄压，它不像我们那个一蹦就出来了哈，它也是最后还是会往前跑，可是在它蹦的过程中，它整个是。在那个圈轮里面，这样，那个腔体里面，所以你看，可是你再仔细看，它不够漂亮，它一面漂亮，一面不漂亮，你再去看，所以我才说我要做夹心的饼干，像夹心的一样，因为它中间有一个很好看，你再仔细做。要多久？一片就知道。哎，很快耶，快，大概几秒钟，一下就出来了。反正就是在煮，一直在吐出来，一直在吐出来这样子，然后上面一直给。你们回去可以看他的那个录影带。对啊，就给你，我就叫，这是我特意叫厂商，你给我，我要去学生那边全部给你。我不是跟他没有什么瓜葛哈，我也是买了他的东西，我也是他的顾客，只是我觉得还不错。那你们讲是小农的话，我觉得让人家来就有点，就像你看那800个同学要来我们这边，在干嘛？就是看热闹，我帮他干嘛？对，就是。学期多少钱？就买多少钱？我想看，都买的最近买太多东西了，我对钱对通常是没什么概念。100万，20几万吧。我们完蛋了，我们买不起啊。所以他是代工嘛，不是这样讲。他也没有代工，但是我的意思我也可以帮忙。我刚才不讲的意思吗？我现在。另外一家有代工，就是几代会太细。对，他可以代工，我也可以代工，这是我的想法。不是在抢生意 ，OK？ 还是这样，跟我，我知道跟你说有这个东西，那你觉得你开始觉得不划算，你就不要嘛，对？那等到你觉得哎、欸、这个很好赚，你再去买吧。那就这样吧，学校就是帮你忙而已，反正想这样就好了。我也不想跟你争议。哎，到时候说哎、欸、老师，你那边怎么也在卖？那我们做出来没必要管，要就是我。你们自己在你们农场要怎么做都随便你们 ，OK， 这样可以吧？大家搞清楚，就你就会自在，我也自在，因为我是觉得我在帮你忙，所以我非常自在，所以我叫厂商，哎，给我弄出来，我也不觉得我不利谁。我们先像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桃源县那个做的山茶的，我不知道在干嘛。我不是这样，我也是叫厂商，那你就弄来，因为我跟他说，那是你在卖，又不是我在卖，跟我没有关系，我又没有任何，你要问我多少钱，我他不知道是不是有最便宜，我也搞不清楚。但是我也跟他说，我们在做展示的。我用的是这个是不是台？应该是那个高雄145红海米。对，这个都可以玩，地方都没做过，真的可以玩。
我啦，我可以玩。但你的米给我，我也可以玩啦，意思是，那什么条件我也不能去，就每个人都有不一样哈，压力和这个时间都有关系。OK， 你的米啊，最主要你要拿你的米啊，每个人米，你们这边做什么？我们那天玩的两个米是台根九号，一个是一十五，高雄一十五，啊，你们是这两个米啊，这两个米都可以。不是，你都不种这个，你们俩你种什么米啊？糯米有试过吗？没试过。你种糯米对？那你也可以试试看。不知道，所以说我们拿来当做研究在玩的。哎，你们讲到我好像都讲完，因为我们把研究都弄得很快乐，然后都学生都在玩的，然后呢还食品最好的，出来还有吃的吗？别人还不能吃，我们还可以吃看你好不好吃，然后不好吃要怎样改善。就是跟我做实验快乐的原因，因为我自己做的快乐。OK， 好，所以爆米花和米花机大概都是想法是这样。那我自己的实验室里面，其实我也有很多旺旺的学生啊。那我们做的有一些就是直接想要做第三代点，我下次会讲，就是下我们还有6月18号带人做实验那个，我会做一些黑的部分。但我实在是觉得那个太难做了，还不如这个，因为那个要做三天才做出那个米胚才能用，然后过了你就不能用了，那米胚放久了就裂掉了。所以其实你要看旺旺一片，我们看他讲。盖个工厂3个月，做一片那个可以到最后成品是3天，划不来，我是觉得划不来，难怪人家是用那个大工厂在做的哈。OK， 米食加工产品这边哦，米粉丝啊，好、哦，那米粉丝最近的问题就是啊，太多餐都是被都是 cost 大品的玉米淀粉很多啊，可能就是因为米的话比较容易那个糊掉嘛，啊，所以他就放了很多玉米淀粉的部分，那、啊、这个部分。现在你就被现在你没有多少米之上就不能标什么都要标哦，50%以上才能标哈。然后米饼干哈，早餐绝对是这个部分，我的就像做司仪的，就是像蜂蜜汤，然后还在 coating 蜂蜜汤那个东西，大家会有讲，它变成表层带有那个巧克力的，有没有？它有早餐绝对食品里面有这种东西啊。那味噌发酵部分，或素食米或冷冻米的它，冷冻米的部分，其实我看到很多像桂冠的那个冷冻米，有没有饭的那个算是冷冻？那我刚才讲的未来，你会看到是常温的，然后就像罐头，但是它不是罐头，但是它跟罐头可以放很久一样。你敢吃吗？不敢吃，去外太空吃吗？没有错，你知道我去跟那老师在做这个，我看就我两个关系是我签回来的，然后让台湾的技术能够升级。那为什么签回来？他拿的是火星计划。什么叫火星计划？美国人不是要去火星？未来还没有去嘛？对，要去火星。火星要5年去火星，其实不用那么久，去2年，回来2年。那为什么5年？因为万一轨道没有听他们讲，我也没有去火星的。他是说，轨道没有弄对的时候，下就没有办法坐落下，还要花1年的时间，所以他要预计那个食品带5年的食品。就是去2年，回来2年，中间万一轨道应该4年就会回家了，可是万一轨道没弄对，还要多1年，所以他的食品要5年杀菌。那你又天天都吃很干的东西，所以他们要做出来的就像罐头，但是你要知道，一堆罐头上到你的太空去，那些也是一个怎么说分解也是个问题，所以他们要找素材要换掉，换成不是罐头的，因为太重了，也很难去那个分解，所以他们就要变成什么？变成是 plastic 塑料材质，而且还可以分解的。就是未来他们怎么，就是所谓太空食品。那美国的是几亿在花的，那几亿在花里面，当然 idea 是重点嘛。有些你还要破解他的 idea， 真的是破解。我刚才讲很多东西我要破解，他的专利什么叫破解，然后看怎么样可以避掉他的专利才能做，不然就等于跟他完全一样不行嘛。但是头脑是可以想的，把你知识弄弄就可以了。我觉得我是这样，有知识的是可以用。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就可以杀菌到品质良好。大家知道罐头食品常常有的麻烦点，就是尤其是固态的罐头液态哈，罐头固态常常为了杀菌很难加热到，所以那东西就变成很不好吃，就罐头味啊不好吃。所以他们现在变成用微波快速杀菌。然后可以让它一样杀菌，所以它一样可以放个很久很久啊，甚至5年这个要求。然后品质
又要好吃，又要杀菌，就是安全和艺术，这就是艺术。你又要好吃，又与其说你学会这个出去就是一个艺术，我们做食品的人就是艺术，不管做什么，就是要好吃要安全。那假设大家都为了好吃，然后多加乱七八糟淀粉什么，上面有淀粉加进去，那不叫艺术，那只是为了好吃。你第一个要安全，然后再来好吃。那只是安全不好吃，就是还要再改良的地方。这样观念大家有了就很容易在你的食品里面应用哈。那所以这边冷冻米的部分，它未来就是说要变成一个便当，然后可以做饭的，不是泡面，就是基本上就打开就可以吃。那你要不要热是你的事，就我们拭目以待，可能它独家锅就有了嘛。像跟我吹的应该很大。也不一定很大公司啊，其实它背后不是很大公司，最背后要的是很好的技术，就是说很多很好的技术去破解。既然人家，但是你说这个理念跟国外有关系，有某种程度你用了他的 idea 啊，那我也请他们，就是请国外老师回来讲，那让他们，但是技术还是要，就像我也不会做设备一样，我有这个想法要请设备商帮我做一样情形，就是很多配合起来。那米粉丝的部分通常是要做挤压的，它有挤压的过程中，然后挤出一丝丝的。那我们通常还不用加热。那挤压机的用途也很多，宜兰那边有个宜大科技，那有个电话也是跟它有关系。他们就是台湾据说是很有名的做一样，跟我一样大，比较大型的科技，他们做挤压设备。那原先是从台湾做到饲料，然后就是卖到东南亚，现在听说是。好像饲料那边有困难，然后现在，他那个年轻人就跟你一样年纪，不到三十岁，他直接跟我讲，就第二代了哈，那他直接就跟我讲说，是不是可以把宜兰这边好变成一个挤压中心，就是我们直接做出来的，不是只是挤压这个，是做出来就是头发可以用的米食，所以这部分是未来我要跟他合作的原因哈，就是说，因为他很好合作。他跟我讲的，我已经卫生会的那个量理计划去找他。他跟我讲的，他已经台湾台大也找了，海洋也找了，中兴大学也找了。其实大家都跟他说我要退休了，然后不做，我只能帮你一两年。他觉得这样不是办法。那我跟他说我没有，我要做十几年才退休，所以我们还有的合作。那其实我们西藏也有很多做挤压部分的人，所以未来就是尽量推广用米的部分来做一些新的东西，可能你没有想到的哈，那我们就可能从其他设备里面拿到。那大家最常看到就是鲜贝的部分嘛，米果的部分。那米果部分它其实难的是在它，它现成做出来有点像那个挖吉那样子的东西啊。它只是它不是用糯米粉啊，它做成像挖吉的东西，但是就是它做成糊化完之后，它要成型，成型完之后的抹部分的干燥，让它的水分下降，但是从那个生的，他们叫做。就是不是完全熟的那个片，那个地方的冷却很重要，那个品质很重要，在那个部分，然后再过来再做干燥啊，才让它膨起来，所以或是油炸膨起来，所以这个里面我刚才说，光前面可能要花两个小时、两天，然后再让它平衡够，因为它不能，它要让那个生地片是全部生地片，他们那个什么日本人这样讲，就那个胚，我们叫胚。那个胚要所有的水分很均匀，而不是只外面很干，里面很湿。这样不均匀的时候，它通不了均匀，所以它必须放一，让它老化，让它慢慢表成一个壳，把它整成像一个新的米一样的一个壳，然后让水分很均匀在里面，然后再碰出来的时候，就会很均匀的吃，能吃到的一个水分。所以难点在后面，其实没有那么的简单哈，就是后面的部分没那么简单。但是假设我们现在要做，就是说我可以做到中间那一段，你买我们所谓的第三代的碱，第三代的点心食品，意思是什么？我可以做到弄起来没有？大家有吃过都看过那个 popcorn 吗？爆米花是那个什么 seven 那种地方卖的，有没有看过？它不是一包扁扁的，然后你就放到那个微波炉，就变成大包。我们就是要做很像那样子的食品，就啊，虾炸过的。对，可是我现在做的是用微波的直接用给烹起来，对，就有点像那个就是 popcorn 一样，只是我现在换成胚放里面，然后对，等等你用微波想要吃的时候调味调一调，或是外面再调一调粉，看你怎么做啊，像这类似的。那这叫第三代的简单点心食品，这曾经也
也红极一时。现在台湾哈、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做食品加工的人，其实基本上台湾很多，就像那个老师讲，那个业界讲的，他去找好多老师都退休，所以有点断层、所以我也必须出来啊。反正我们已经教二十年了嘛，可以开始出来了。因为很多老师都在断层，我觉得其实他们会，或者他们也做这个，那中间有一段，现在食品界全部都跑去做什么？食品全部都跑去做那种。生物技术，就是来的新老师全部生物技术，他们不是加工老师，所以中间有点断层。那这我们开始努力嘛，就反正还是会再生出小朋友出来，就都会就这一代的，或是像你在外面推广，都是有方式。那早餐补粉的部分，包括了也不管是冲泡式的哈 ，ready to eat 的 cereal 的部分，好像说巧克力口味的爆成来就可以吃的这种，或冲泡他们已经熟粉的。然后米糊，这个米糊我们小时候就有了，这现在也有嘛。因为你要先炒过再磨粉，这部分我一定会买一个来做，不会买设备。所以你刚才讲，人家有问题什么，那都可以用代工方式来解决。一些就是说你不用有地方去买一个设备，然后如果真的不好，放那边，不管是你花了20万，或者你根本就是等于，我认为说那就浪费那个。你先确定好再买，不好不要买。那来这边做一些测试，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哈。好 ，miso 的部分就是有点关联，就是说我现在需要放一些，它是大豆或是这些米的原料，需要放菌进去啊，要放把菌放进去，让它培养。那这就跟我的做一些这个真菌的，我要把菌放进去是一样的。那重点在这个部分哈，你在前面放接种菌的前面哈，一定要全部杀菌完成，要让它最主要是要变幼稚菌，甚至没有菌啊，然后再接种的菌的是纯种培养，你才不会乱七八糟菌一大堆，然后就失败了。就是窍门在前面，要不然它有多在后面的翻动也很重要，让它温度不用过高啊，过高就有的变质。那这纯粹就是后面发酵技术的部分。那这样子就是要用米的原料做成另外一种东西。那这个米曲或豆曲其实有很多，譬如说红曲也是类似的。红曲它们本来是用米做，最近是用那个山药做更好。是潘子明老师，就是台大潘子明老师做，用山药做出来的。其实像我在做菌的时候，我米也是做，那其他我也会试。有的时候不见得一定是米最好，有时候米很好，就像牛樟芝就米不错，米就很好。对，这都看你是用什么。前一张那个调整是什么意思？这一张？对，哪里？下面中间调整。调整这一张。到底对。那只是最后好像弄赛事啊，弄一弄，然后一起去过筛而已。这个倒是不是重点，这个不是一在中间这里，就是说它的翻的时间这些是重点。后面这个就是只是大小弄弄而已，那个不是它题啊。这后面这些有些都是做成做不成是重点，啊，最后面已经做成的那个是还好。这边有人在做牛樟芝吗？所以不是这行的人。好，素食饮的部分，他们其实就是基本上需要它马上急速的老化，所以就是要变粥，马上做冻干的部分。然后其实冻干，随便讲冻干花很多钱啊，我也不建议你们。假如就是小农的话，我觉得那个其他代工的饮料太划不来，因为这个很贵啊，不需要做这个事情啊。那冷冻米食就是说同样的，一煮好之后马上急速冷冻到48度去煮的，就现在已经有了，像霸掌这些都是，我也买了冷冻霸掌一样的。那米糊粉的部分啊，就是直接取代，看是100%取代的，包括米蛋糕、米饼干，它比较精细的都可以，今天吃想要那种精细的不行啊。然后有的只能用30%和50%，那我自己做的话，我是做那个 spaghetti 意大利面，螺旋状的意大利面。那做出来你吃起来很像意大利面，其实当然它比较快煮，认真意大利面煮蛮长时间的，我们大概6分钟就能煮好，他们大概9到10几分钟。那吃起来，但你煮很久就烂掉，因为米就是会烂掉啊，所以你要找那个时间它煮熟了可以的。那大概是6分钟，那吃起来就拌，跟意大利做法一样，你要看什么酱油就放什么酱油。所以为什么要做那个？是因为说觉得这样子可以符合那个小朋友西式的，你吃叫那个他也不知道就可以吃了，吃起来很像面，吃起来很像面的，完全不是像那个东西。
所以这稻米的利用，这有一大堆，我用蓬发有这个，我们其实就是找最近是要走鱼汤的部分啊，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走这部分啊，然后有蓬发没蓬发一堆，有湿膜干膜好多，那做出来这一大堆可以做的东西，我想有些东西你也会做，比较难的是苹果，只是苹果也不是树，有没有那么快可以能力做出来？因为我就说它的瓶颈是在它怎么样。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化结构，而造成你很好的品质，这个是重点哈。那我刚才讲我在做什么，就是这个整个计划要做什么啊？这个是做广告了，现在是我自己做的广告。你是拿到米以后要用圣灵来杀虫，所以不会有米虫的问题。再来，我可能会做便当，这是第二点，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做哈。然后再过来就是要做成米浆部分，今年应该会做哈，这个米浆部分会做。然后再过来就是要做成。这个我要看我的设备允不允许，因为我现在设备好像只能做其他，好像这个部分还有困难，设备还有困难，因为我们之前是像旺旺机的机器的，并不是直接自己有机器，所以这个还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系上有一些老师们会做的蛋糕、饼干这些，都会大家一起参与在里面，然后才能把这个历史跑出来。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比如说我今年还没有买烧一件萃取的部分，像萃取刚才说的那些有效成分，它非常低的量，但是我们需要拿得到啊，让它这些所谓的比方废弃物变成很好用的东西。就是好像你觉得我好像做的小东西，可是我们现在重点在做这个。好，那这整个计划就是要提升我们自己食品系的加工的水平啊，包括学生的水平啊，包括因为很多实习都有关系啊。刚才讲加工实习，还有单元操作实习也有等于很多东西一样，就像单元操作。那是不是可以用在学术论文发表？当然，这是我们最重要。我们老师其实学术论文发表会要求的很严重啊。那这里面的学术论文发表，我们也会大家尽力啊，不是只有我一个，很多同事一起帮忙哈。然后就是最重要的是，除了是新品换售外，可以申请专利和技术补助，协助地方产业提升国内的国内食品业的国际竞争力，然后最主要建立台我们自己学校的特色。那至于说校务基金，其实学校并没有一定要求啊，它是怎么名声认重要的，是我们学校要的哈。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个杀虫部分可以跟人家结合，还有就是说，假如你们要去检测这个农药的部分，我们好像4000多块吧，4000多块一个 case， 200多种还是300多种，200多种农药都可以检测，这可以为我们这边啊，就是我们同事他们做检测的部分可以帮忙检测，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希望做一些做比较设备，还有饮食产品的研发，刚才讲了好多，有些都在我们未来要做的产品里面。那最重要是我们学校讲的是智慧健康养生，这个科技这部分我们要符合这个部分才。那我觉得东部这边都非常适合发展，那包括跟各位农会或跟农户，还有就是地方的相关食品公司，所以我们都是合作可以合作的对象。那我们也有一个有机农业全球。黄章龙老师是有机农业全球资讯网，那这个也希望是变成一个你到时候推广这个有一个窗口哈、啊，然后就是在就是包括开国际会议也是希望你在大学成为全国饮食谷类的权威，这是我们讲出来的，希望能达到，也希望能真的帮助地方产业的努力，因为宜兰地区就真的。有机农业已经越来越多了，那这是我自己实验室里面的东西，看好像跟你有关系，因为你还算新的。我之前做的像茯苓啊，还有一些很多设备，像微波设备、生理设备都有哈，就是有的都寄转出去的哈，基本上是像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实验室，然后非常这有些都已经毕业了，陆陆续续一直毕业，反正我们学校就是一个流水型的，一直来一直去，那就是教育就是这样子了哈。然后我真的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再跟大家。应该是你的先进，或是农业的先进啊，互相交流啊，然后把我的实验室会的东西跟大家交流，然后谢谢大家。